大家好，我是小花匠。这一颗天堂鸟呢长得是非常大，底下的根部呢长得是非常健壮，已经把这个花盆给撑破了。今天呢我要给它换一个盆呀。这个植株的叶子太大了，像边上的这个叶片呢我们都是可以给它剪掉的。这是另一盆的鹤黄兰，这个新叶呢长不出来，有点发软，底部呢这个茎呢有点发黑，可能呢是已经烂根了。现在呢我给它换一下盆和另一颗呀，给它栽到一块儿，看底下的根部呢已经完全发黑，这一颗底部呢也做一个简单的松根。我用的这个土呢是自己配的啊，里边呢占了50%的这个原土，还有少量的沙，少量的这个补液，还有这个牛粪羊粪之类的这个肥。换好之后的这个株型呢显得没有那么单薄，还是比较漂亮的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点下方关注。我是小花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